杀！再来一个！不是你怎么能？你怎么能枪枪爆头呢？你开挂了吧，今天？你这个技术，你用这么好的枪有啥用？兄弟，你用这么好的枪有什么用？对啊。对。可以。他们在 A 在 B 呢，去 A 了是吧？走，去 A。A 小洞里一个啊，小洞里一个。只有简单的新媒体运营经验，品牌宣传和营销策划的案例都很有限，学历和工作经历也根本不符合咱们方舟这次的招聘标准。真不知道这 HR 是怎么筛选简历的。形象还是不错的，好的形象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。就让他负责渠道吧，还有广告业务以及线下的合作，你们觉得呢？下一个。魏总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刚知道你是成品部总监。啊，对了，那个伞我还给你。伞送你了。啊。一会儿好好工作。谢谢你，我一定会向你证明，我除了形象好，也会有实力的。你的野心我看到了，实力还得你自己努力。嗯。有英文名字吗？在方舟要对接外企。我有，我叫 Mary。Mary。嗯。这个名字不太适合你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帮你取一个。我不介意。就叫 Camelia， 山茶花，人如其名。下次咱们约着打球啊。好啊。您今天也没怎么喝，争取我们早日合作。魏总多费心了吧。好，走了。再见。明天一路顺利啊。魏总，你没喝多吧？喝是喝了点，倒是没喝多。你着急回家吗？我不着急。不着急的话，我们去走走。有的时候真不应该把自己逼那么紧，是该好好放松一下，不用去想烦心的工作，也不用去想绩效啊，也可以不用参加刚才那种应酬。您就是工作压力太大了，你应该好好回去睡个觉，好好休息一下。压力大了，连睡觉都成了一种负担。我还真的很久没来这江边看了，这夜色真好。主要是有你相伴，静姐，你知不知道？你有一种神奇的力量，在我看来，整个方舟都是黑白，只有你是其中那股最亮的颜色。你为什么从来都没有跟我说过你已经有家室了？我没想到我和你的关系会走到现在这个地步。对不起，是我太自私了，是我伤害了你，让你陷入到这么难堪的境地。我跟林双的婚姻早就名存实亡了，离婚只是时间问题。我爱的人是你，
相信我，我会对你好。但是如果现在你选择退出，我也尊重你的选择。你什么战绩？你这什么战绩？你看看我，江海，这是什么？你那边江海，啥？你能不能把碗洗了？等一下，马上打完这把的。你有病吧？你在家里干什么呀？家里什么都没有了，那冰箱里都臭了，鸡蛋也没有了，你不知道吗？鸡蛋没了你买啊！冲我发什么火？有病！是，这家里是什么都不需要你管。都是我。你毕业多久了？你是我亲弟弟，血浓于水，我是该养着你。我供你吃，供你住，我不能连卫生也帮你打扫了吧？我闲着了吗？我闲着了吗？我天天在家，我研究创业项目，我找投资。我就刚刚我想放松一把，我打把游戏，不可以吗？你找投资，你创业，你不要再自欺欺人了，好吧？你花的每一分钱都是我的。你就骗你自己吧，江海，我拜托你，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呀？你少看不起人，我告诉你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这几个项目，随便哪一个成了，那都是上亿的盘子，我花你这点钱算什么？哼！哎，再说了，我花的真的是你的钱吗？是你的钱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这些钱从哪儿来的？你当真以为我不知道是吧？啊！江海，你给我闭嘴！哎，我就要说，你能做我不能说吗？背地里做些个见不得人的事儿，在这给我装装装！我告诉你，你不要脸，我要点脸行吗？我要脸！我不想跟你吵了。再给我说一遍，你有本事就再给我说一遍。嫌我的钱脏是吧？行啊，那你把吃我的、住我的、喝我的、用的每一分钱你都还给我，然后你就给我滚蛋。好吧，我不想跟你吵啊，我不吵，我没那个力气。不老了，天大晚的，我又没惹你。我从小就比你学习好，凭什么你能花钱上辅导班？我却要接送你上下学，考试你大鱼大肉 VC 补着，我呢，我考完试还得回家给你做饭。妈说，砸锅卖铁也要够你读211，因为知识能改变命运。你改变什么了？你改变什么了？我凭什么这么努力还过得这么惨？我凭什么？我毕了业以后，我就想离你们越远越好。是你死乞白赖的非要跟我到江州来。这里是大城市，不是农村老家。我醒来的每一天都要花钱，你凭什么就觉得靠我一个人就能养活这一大家子？凭什么？凭什么？我知道姐，姐，别哭了。
我的提议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